啊，而家翻翻嚟呢度系租窗啊，而家又差人到啦，又差人到啦，而家系第二段片，我喺 Tim Houghton 度攞翻架车行开过嚟对面，咁啊差人到啦，睇下点处理，地下就好多碎片。不肯定一樣嘢，撞咗呢條電燈柱呢度有啦，金啊真係，好啊貴噶，要賠錢俾政府噶。啊，差人啊！我屋企埋一邊啊，好衰啊！差佬啊，走嚟窒你啊，唔俾你影嘅，企遠少少，吊埋去。消防一嚟埋，嗱呢度有個高台啦，企高少少啦，攞個靚啲角度嚟影。公眾地方咧有知情權嘅，可以繼續拍。我試過俾差佬鬧咯，你冇諗住加拿大嘅差人係好文明啊，一樣好撲街嘅嘢。嗱，呢邊咧截住唔俾車去啊，應該陣間冇呢條線嘅車噶啦。嗱，呢度截咗，成個十字路口咧四面都截曬嘅應該。應該有救傷嚟先啦，問下有冇事，上救傷啊！循例就循例拎個滅火筒啦，做下樣啦。呢個路口咧好多流浪漢嘅，頭先我喺呢度咧先係俾咗幾蚊啲流浪者，所以住近商業地區啦，啲人成日中意啊住商業地區。商業地區是好方便，但是呢流浪人都覺得是方便，所以去求其喺超級市場執架車啦，同抌垃圾嘅咧，佢又揸住架超級市場嘅車四圍推去揾啲酒樽啊，咁就執啲酒樽，一毫子一個咁去養到命。講翻個事發現場啊，消防到啦，又一架。救傷應該到嘅喎，冇理由唔到嘅，因為都炒得幾勁啊！因為實有個 in charge 啊嘛，你冇個救傷啦，一陣間啲人有乜頭暈身興繼續我政府啊嘛，如果你有救傷嚟到，啊問過佢哋有冇事啊咁樣，咁講得甩啊嘛。應該由我前面呢個方向嚟嘅救傷就係，因為嗰邊醫院嚟。嗱，截咗啲車唔去得啦。碎片，好，而家第二段片 cut 一 cut 去。